听说这件事情还有后续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被咬断手的女生叫小黄，第二天被人发现倒在洗衣房里面，可洗衣机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后来她被送到了医院，没有人能知道为什么，她的手是怎么断的，也没有人能解释。只有她舍友小红不信邪。 非要看个究竟。这么晚了还来洗衣服？ 第二天，小红也被发现了断了一只脚，依旧没有任何玄机。李佳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地方咱不能住了，赶紧走。这地方我申请好几个月了，好容易有了名额，怎么可能不住呢？你。 行了，来，起开！不要动。Bob Marley， 什么力？鲍勃·马利，雷鬼音乐的鼻祖。你故意吓我是吧？我怎么可能故意吓你？ 估计有人写了一部美曲，将它剥离上了。我可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。吓死宝宝了！阿成，你说说你吧，好歹算是个医学院的学生吧。哼，什么叫也算啊？本来就是。好，那从你解剖专业来看，那个叫小黄的女生手要真断了，创美能看不出来吗？按正常的逻辑，出了这样的事故。 学校的老师、同学、医生，总会有人报警吧？去过警察局了吗？有没有案底？最后一条游戏规则，一般叫小红、小明、小黄、小什么的，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谣言。几天前，我终于收到学校宿舍的入住通知，也算结束了初到香港四处漂泊的日子。宿舍管理也很宽松。 比较尊重个人空间，访客、朋友进出都比较自由，配置也很齐全，有研究生活动中心、食堂、礼堂，每层共8户，每户住2个人。因为专业不同，上课时间也不同，除了学校举行的活动，平时大家交流机会并不多。 宿舍背靠龙虎山，面对维多利亚港。
从窗户看出去风景非常美。每一户有 AB 两个房间，可以住两个人，但只能共用一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连同两个房间，卫生间的门可以从自己的房间反锁。这样李佳你好，你确定没听错吗？我还在老家，估计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。小心哦，咱们宿舍啊，传说半夜鬼敲门，哈哈。3年前做了颌外全切手术，2个月前又查出复发，病人又不愿意做住院治疗，他现在情况很糟糕，你们家属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了。还有多久？这个不好说，有可能6个月，也有可能就1个月时间了。病人现在很痛苦，你们家属还是多抽点时间陪陪他吧。
师傅呢？大师兄，我刚赢两局。一个大人比小孩有什么本事啊？谁说我是大人了？我跟我师傅比起来，我还算个婴儿。我师傅要活500年，我才活20年。哎，师傅呢？师傅睡着了。大师兄，师傅是病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就光顾着玩游戏，你把师傅都给丢了。你不是大师兄，师傅好歹是个大人，他怎么会丢呢？师傅在线。啊？不是。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。师傅，您怎么不在病房休息？怎么出来了？师傅，不能出院，您得在这儿治疗。不是，师傅，您难受不跟我们说，一个人住院也不跟我们说，这现在都复发了，您还不跟我们说？您平时大把大把的吃药，还骗我说那是补药。我也真傻，居然就信了。师傅，你为什么不愿意配合治疗啊？师傅，我跟小师弟被您从海边给捡回来，我们俩跟了您3年5月又7天了。无儿愚笨，还是什么都没学会，依旧患得患失。唉，徒儿明白了，身于虚无，归于尘土。哎，师傅，这师母啊。马上就快回来了，等师母回来了，我让她好好陪陪你。啊，行行行，我不跟师母说，我跟谁我都不说。师傅，你想吃点啥？我去给你弄去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问师傅他想吃什么，他看我一眼，他以前看我一眼，我就明白他想啥了。我忽然发现我不知道他在想。你真逗，原来你还老说我呗，不明白师傅在想什么。你现在跟我一样笨啦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不是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保证。以后好好照顾师傅，我再也不会把他弄丢了。我一定好好看着他，我发誓。大师兄，你别哭了，你再哭的话，我也要哭了。师傅想吃什么，我知道，我问他了，他说他想吃杨梅，他还给我写了张纸条，你看。
可是去哪儿买杨梅去？弘志的读书笔记写得不错，我想你尽快交一份学年论文给我，我安排你参加新年的国际论坛。时间有点紧哦，能完成吗？谢谢你，李佳，对不起，上次跑步我的话说得有点重，不过我确实时常提醒你，别对自己保持一份清醒的认识。陈教授，其实您说的对，自己有问题找别人分担，这对别人太不公平了。这段时间我已经试着帮着我朋友妈妈家里的事情都解决好了，接下来我会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学业上，论文也一定好好完成。那个女孩你挺喜欢她的吧？李佳，喜欢那个人没有问题，但是要分时候啊。很快我就24岁了，以前我对这个日子非常的恐惧，但自从我来了香港，我发现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甚至有的时候开始期待24岁的到来，心里开始多了一份侥幸，总觉得我的人生不一定那么悲观吧。但是沈教授，我明白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办法下定论，像我这样的情况只有可能耽误别人甚至伤害别人，所以您放心，现在已经有人照顾他了，应该比我更好。其实你心里的想法我都很清楚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我的病人，更是我的朋友。走吧，带你去病房转转。这些都是防撞玻璃，特殊材料做的。陈教授，你好，师傅。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吧。现在走廊里能活动的病人，病情的相对比较稳定。放开我！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师傅！你们再让我打针，我就消灭你们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能给我下药？我要消灭你们！迫害妄想症，在皇上。有几间病房的病人病情不是很稳定，会有突发的情绪躁动，有几个暴力倾向比较明显。没有新住院的病人，要不你们先回办公室吧。李佳第一次来，让他多了解一些吧。李佳，走吧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呼吸站。
是因为那个在墙上写字的小孩吗？我来错了这个世界，这句话听起来都有点伤感。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？我母亲去世之后，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可后来长大了就明白了，一个孩子来不来这个世界，不是他能决定的，也不是他能选择的。如果没有选择，就应该没有对错。我以为自己已经接受这个事实，可刚刚那个小孩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七八岁的时候，压抑、绝望、无能为力的感觉，真的糟糕透了。我帮你安排做个检查吧，首先看看有没有器质性的。你不应该带他来病房，这对他的刺激太大了。他的调控能力很强，比你想象中强。当初你也是这么说博尔萨的，可结果呢？结果我们发现了脑内神经回路异常。李佳呢？你又想在这只小白鼠身上发现什么？冰河，你也是个医生，你应该比一般人更明白。小白鼠做实验，到最后得益的是谁？是更多的人，更多的普通人。也许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你，没准最后还能得诺贝尔奖。在你眼中，我就那么沽名钓誉？你也把我看得太狭隘了。师哥，怎么样？检查做完了？做完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哦，师哥，陈教授是不是跟你沟通过我的情况？他的看法是什么？他很重视你。李施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俩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们看病。是师傅生病了。西丽生病了。哎呀，师傅他老毛病，一点小毛病，没事，先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李佳，这几天宿舍没有奇怪的声音了吧？别走心，没鬼。逗你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又得麻烦你了，想请你帮我找一样东西，具体放哪儿了有点记不清了，是个蓝色的小盒子，里面有一些文件，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能帮我寄回来吗？可以的话能快点吗？我怕来不及了，多谢多谢。宿舍里都找遍了，也没看到你说的蓝色盒子。你确定在房间里吗？
为什么不回查查信息？他都找到我这儿来了。今天见导师不太方便。哦，对了，学校大群你看了吗？都快炸了，有个研究生去世了，超级学霸，跟你一样，还是足球队队长，说是癌症晚期，刚回老家就……哎，怎么了？你认识啊？我校物理系研究生廖涵宇同学因病医治无效，已于今日下午4:55离开了我们，享年25岁。廖涵宇同学生前为人正直善良，品学兼优，失去他这样的物理学人才，我校深感遗憾。为寄托对廖涵宇同学的哀悼之情，兹定于明日上午10点在南区广场举办小型送别仪式，请自愿参加送别仪式的师生届时前往。检查一下你到底在做什么。我不太用微信。借口。你没回家吗？对啊，我一下飞机就直接来找你了。怎么样，不欢迎吗？行，看你活得好好的，别担心你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回去注意安全。有人吗？谁在里边？宿管，快点！是这里。刚才我出来的时候，应该没锁门。现在门却锁上了，说明一定有人进来过。这门只能里面锁，说明当时房间里肯定有人。要么趁我叫宿管的时候走了，要么还在这个房间里。你不是说有人吗？人在哪里？楼里有监控吗？有是有，但只有楼梯间和大门口安了监控。就这一次啊，同学，下次要拿手续过来才能看。楼梯间里除了我和宿管没人出现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在廖涵宇房间里的人就住在我们这一层楼。可他偷偷跑进去干什么呢？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是同一个人吗？给我一个答复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我说真的，我现在就想洗衣服。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你还在这儿干嘛呢？我说真的，你欺负我有点过了。是不是我弄死你啊？你凶什么？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嘿，刘天成，我警告你啊，我没他那么好欺负的。你要是敢发表出去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别给我装傻，偷鸡摸狗的事你比谁都清楚。你就不怕他变成鬼回来找你吗？
廖涵宇，你好，我是李佳。你窗台上的兰草，我会帮你好好照顾它的。一路走好。阿成都告诉我了。人生真无常，我们都得好好注意身体。西丽病好点了吗？西丽又病了。上次我在医院的时候碰到他两个徒弟，说他病了，老毛病。老毛病。我觉得这段时间你还是多陪陪他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师傅，这还有两粒，这个没吃呢，快快，师傅，来把这吃。哎，西丽，西丽，你怎么了？西丽怎么了？问你话了，他怎么了？啊？问你话。去医院找你没找着，我还以为搞那么神秘，是不是那个地方又残了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是不是哪儿残了？哪儿残了？你多吃了辣椒，上厕所拉臭臭，哪会不舒服啊？大师兄，师母竟然会用拉臭臭这么幼稚的说法，这是干嘛的？我都说你看着师傅嘛，他不能吃辣，痔疮不能吃辣椒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有罪。你还垫上。师傅，来。哎，给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个线头。怎么不平呢？好，请坐。这么疼啊？哎呀，过几天就你生日了，本来还想说一起涮火锅的，看来不行了。生日想怎么过啊？一切从简。那可不行，精心策划一下，好歹是你29岁生日，过了这个生日，你就彻底变成一个大叔了。生日想吃什么呀？好啊，你可答应啊，我随便挑，你买单。让我想一下，神户牛肉、澳洲龙虾、云南松茸、西班牙火腿都可以吧？逗你的啦。吃什么得跟生日聚会的主题配合一下，放心，肯定难忘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喂了，我已经到楼下了，你在哪里呀？哎，喂，隔这么久都送不到，10分钟之前说的10分钟。死了，牛天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吵什么呀？刘天成死了。整个楼层一共八户，除开廖涵宇，住着十五个人。牛天成出事的时候，只有王浩、胡礼安和刘辉三个人在房间里，其他人都不在房间。牛天成被砸的时候，我在楼下，我跑上楼找宿管打开房间，一共不超过两分钟。这期间，我们楼层没有任何人进出。也就是说，假设廖涵宇房间里的窗户是被人为破坏的，嫌疑人只有可能在王浩、胡礼安和刘辉三个人里面。我在跟我女朋友视频，然后忽然有同学打电话跟我说，我室友牛天成被砸了。我女朋友可以作证的，我们每天上午这个时候都要打半天的视频电话的。她是物理系的，我们这层楼住了有三个物理系的，胡礼安，还有前天去世的那个廖涵宇。对，我听说他们好像之前是一个足球队的。是我们系的足球队，那是读本科的时候无聊随便参加的。刘天成，我跟他不熟。我当时在睡觉啊，昨天晚上熬大夜了吧，后来被楼道里的声音给吵醒了。廖涵宇他不去世了吗？他房间应该没有人了呀，那玻璃怎么会掉下去的呀？我在洗澡，当然是一个人了。他好像是在洗澡啊，我刚起床的时候我就听到洗手间里面有声音了。胡礼安嘛，就喜欢洗澡的时候唱歌。你最后一次离开房间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我听见廖涵宇房间有声音，所以我叫宿管开了门，可屋子里面没有人。事情发生的时候整个三楼就只有王浩、刘辉和胡礼安他们三个人吗？是。那其他人呢？我们这一层楼住的都是研究生，作息都不太规律，如果碰到导师的项目，很多人基本几天都不出实验室的。那胡礼安和牛天成他们俩的关系怎么样？我刚搬进来不是很了解，不过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听见胡礼安和牛天成有点争吵。好了 OK， 谢谢配合，你可以走了，注意保持联络畅通。检查窗户了吗？防碰片松了。我可以肯定几天前窗户是好的。李佳，录完口供了吗？哎，听说了吗？大学的时候牛天成剽窃过廖涵宇的论文，还有传言说廖涵宇变成冤枉回来报仇了。你怎么又相信这么无聊的东西啊？我当然不信了，因为我全都查清楚了。这是一起典型的密室杀人，刘天成遇害的时候没有人出过这层楼，也没有人进过这层楼，除了你，只有王浩、刘辉、胡礼安这三个人在房间里面，所以这整层楼就是一个大密室。这三个人里有人进了廖涵宇的房间，对窗户动了手脚，然后迅速的撤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这其中王浩最简单，他有视频通话的记录，我查了，他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跟他女朋友在聊视频。但刘辉和胡礼安就比较复杂了。刘辉说他那个时候在睡觉，但是没有人可以为他去证明。可刘辉说他听见胡礼安在洗澡。假设胡礼安真的在洗澡，刘辉也听见他在唱歌，那么他们两个人就可以相互对方做不在场证明。但假设胡礼安没在洗澡，那么问题来了。第一，这两个人都在说谎，而且都没有不在场证明。第二，至少有一个人在说谎。你怎么想？那得看嫌疑人的动机了。胡礼安，开门，我看见你回来了。干嘛？哎，哟，你这收拾好东西准备去哪儿啊？关你屁事呀。现在牛天成躺在医院还没醒，准备逃逸。
你很恨牛天成吧？你和廖涵宇、牛天成都是大学同学，还是一个足球队的，这些事儿大家都知道。那怎么样？我问过你之前足球队的同学，他们说你跟廖涵宇的关系特别好。所以呢？廖涵宇死了，你想为他报仇？你怀疑牛天成之前剽窃过廖涵宇的论文？那个牛天成没皮没脸求涵宇原谅，他说他要是被处罚的话，奖学金就没了，他全家就靠他一个人。廖涵宇心软，觉得大家都是同学，没必要太追究。可那个刘天成贪心不足，还想偷论文，所以你想砸死他。你偷偷地溜进了廖涵宇的房间，趁刘天成在楼下，你把玻璃推了下去，还故意制造冤魂报仇的假象。我说的没有错吧？是，我真想砸死他。可我再说一遍，他被砸的时候我在洗澡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在洗澡。洗澡这种不在场证明太低级了，小孩的动画片里都有，放首提前录好的歌，把水声调大，外面根本听不见。他什么时候下楼我怎么知道？我能遥控他吗？你当然可以遥控他了。牛天成出事的时候，他接到了一个快递的电话，他亲自下楼拿的快递。你可以通过网络电话假扮成快递员，跟他约好地点。我要是说的没错的话，证据就在这台电脑里。有胆，把电脑打开，让我们检查一下。你有病吧？怕了？小朋友，你太可笑了。第一，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；第二，你没权利查看我的电脑，这是我的隐私。你要是怀疑我，直接去报警。胡立安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们问的够多了，请你们出去。上午出事的时候，你从这个房间走出去，你头上还有泡沫，上半身穿着 T 恤，下半身却裹着浴巾，手里还拿着热水壶，这澡洗的有点奇怪吧？不是吗？忽然没热水，太冷，随手抓了一件 T 恤。本来想拿保温瓶里的热水冲头发，结果有人拍门。明白，打扰了，阿婶，我们走吧。趁别人没爆炸，赶紧走。咱不能走，走了他就销毁证据了。胡立安真的在洗澡。刚才我们上楼的时候，楼里贴了通知，上午突发故障，热水中断了五分钟，为了保证之后正常供应，今晚检修，暂停供应热水三个小时。故障是突然发生的，热水是突然没有的。胡里安没有办法演戏，而且我们上楼的时候，他正在收拾行李，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刚贴出来的通知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他只有真的在洗澡，才知道中途停了热水。牛天成脱离危险了，警察已经查清楚了，窗户老化加上风大，牛天成受伤纯粹是个意外。离窗户远点，明天才能修好呢。哎，怎么可能是意外呢？其实啊，我更愿意相信是真的廖涵宇回来报仇了，这样起码故事更有吸引力。别人的事故成了你的故事，你有没有点同情心？警察比我们更专业，你就别想了。Thank you.
怎么来了？听说有人想给我道歉，请我喝酸奶。你想道歉，怎么不直接告诉我，还让阿成转告？你想玩惊喜啊？莎莎，嗯，我觉得你应该拿更多的时间陪陪西丽。你知道西丽什么病吗？痔疮。你觉得痔疮需要我陪吗？那你应该去拿更多的时间去陪陪你奶奶，陪陪你妈妈，你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，不是吗？你话里话外什么意思？其实这学期我有很重要的学年论文，还要参加学术论坛，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在一块儿。学精英，你觉得我耽误了你很多时间吗？所以这段时间故意不回我信息，是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连说句是的勇气都没有吗？是。你干嘛那么含蓄呢？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莎莎。莎莎，莎莎怎么突然走了？临时有事。不靠谱！哎，你干什么突然把我约到这儿来？为什么突然请我喝酸奶？哦，就这家酸奶店啊？最近在网上爆火，全港就这一间店。昨天你走了之后，我在廖涵宇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这里。他真回来了，一个鬼魂，还是爱喝酸奶的。这个酸奶的保质期只有一天，应该不是他之前留下来的。昨天发现这个酸奶瓶后，我又去看了监控。后半夜监控里没别人，只出现了这个女孩。我又找了前几天的监控，我听见廖涵宇房间有动静的那一天，她也出现过。我觉得她就是躲在廖涵宇房间里的人，应该就是她。而且我问过了，她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她为什么要在廖涵宇房间里喝酸奶？她哪来的钥匙？我们都进去了，没在屋里啊，那她能藏哪儿啊？还有，她为什么要在廖涵宇房间里哭呢？她跟牛天成被砸了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一样，一无所知。一杯酸奶88。你们没有优惠券吗？啊？什么优惠券？跟入口领的，很多 app 也有啊。很多店都有定期发这种优惠券，还有积分卡，合理利用的话买二送一，平均不到60块就有一杯喽。好，谢谢啊。附近就这一家。是他吗？应该是。蔷薇，有这个姓吗？这该不是艺名吧？有这个姓，有的地方念蔷，有的地方念酱。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啊。请问需要哪位教练？蔷薇。蔷薇教练刚下班，需要推荐其他教练吗？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
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有规定，不能透露教练的私人电话。帅哥，办卡了解一下吗？谢谢。还是你留着吧，抱歉啊，让你平白无故花这么多钱。我缺钱吗？我是一个不知道卡里有多少钱的人。如果你们着急找他，可以去看他晚上的演出。李佳，就是这儿。难道他出去了？但是我没听见开门的声音。能再往前倒点吗？好好好。前后半个小时都看了，没有人出入。不对劲，绝对不对劲，真的有人进去了。李夏，你那个房间太邪门了。绝对有问题，我再也不会去住了。不是你要去哪儿啊？回家呀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你走吧。那你自己要小心了，别再去廖海宇的房间了。如果阿成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梦里看见那个人影，不对，不可能是梦，是真的有人来了我房间。那个冲马桶的声音太真实了，可监控拍不到他，房间根本无处可藏，究竟能去哪儿了？到底藏哪儿了？Thank you.
求你，快来吧，快来救救我师父啊！谁怎么了？师父快撑不住了。体前屈运动，双腿开立，两掌松窝，自两侧提升到胸部。腿腿张开，合着腿没作用。跟着我做喽，抬头，挺胸，吸气，吸满。心里怎么了？憋着。我师傅天不亮就被叫这儿了，药还没吃呢，这估计都得疼死。身体往前倾，上半身往前倾，越前越好。手张开，往下。想办法把它带走。呼吸，呼。你手要高一点。哎，珊珊，西丽，这么巧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跑步啊。哦。有时间跑步，没时间会有信心。挺好，你继续，西丽，身体要再往前一点，手高一点，来高一点，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这是我的气啊。其实我今天呢，专门来找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发了朋友圈，有定位的。我很久没见你这么笑了。那，你继续跑步吧，我去陪西丽练操。西丽。谁学的？刚刚那招叫硬力啊！哼，阿神看的偶像剧里面演的，喜欢吗？跟着阿神混，你小心智力退化。西丽，西丽，可妹你走了吧？操，还没练完，走哪儿去啊？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没。你别打了，跟我去吃早饭吧。你不用上课吗？我今天可以晚点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你的戏演得太过了。你回去上课吧，我先去找西丽。莎莎，怎么了？其实睡眠是一种治疗，而梦境是我们与自己交流的过程。虽然睡醒之后
梦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我们都想不起来，但是某些碎片还是会留下来，就像我们很久之前看过了一场演出，现在回想起来只会是一些小片段，又或者某些特别的情感体验。所以我经常说，每一场睡眠都是一场复杂而微妙的演出。陈教授，去我办公室吧。进来吧，坐。我早晨跑步的时候看到你和你那个朋友在一起。哦，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安排妥了吗？陈教授，其实我已经很努力把这段关系冷却一下，可是你还是放不下。他们家出了点事儿，我不可能看着不管。你的生日是在元旦吧？24岁生日，很快就到了。我很担心你的状况，特别是上次在医院精神科，我看到你的反应，我觉得问题比我想象中严重。你自己呢？最近有什么感受？情绪上有什么异常的反应？梦游，我以为我是在做梦，可有些细节太真实了。我知道小部分人会残留梦游时的体验。以前有没有出现过？据我了解，没有。小时候呢？再也没有说过。没有。梦游的时候有什么异常的表现？上厕所，吃苹果。我以前从来都不吃苹果的。你最近精神压力是不是很大？陈教授，我上次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没有出现器质性病变 ，PANSS 量表评估也没有太大问题。陈教授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静观其变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不一定在我课上找我，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。人到最后都得学会接受自己，我知道很难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再次袭击了我，我感到了心脏强烈的收缩，甚至开始痉挛。这就是一种病灶吗？这就是我精神分裂的开始吗？家族的宿命，我真的无法解脱了吗？
您今天看上去精神不错，徒儿我正在练习炖牛腩呢，可手艺不行，还是赶不上师傅您。师傅，这师母含在生我的气，说怪我把李施主给牵扯进来。上月位，喂，李太，喂，着吗？你又不是我妈，我妈都不管我，你算老几？别这么盯着我，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帅吗？不管我，我妈在英国，说要来接我，到现在都没有来，没有人关心我，回到家里也没有人问我吃饭了吗，冷不冷，学校又教了些什么，未来是什么，我根本不关心。写诗啊！有趣？什么有趣的事儿？老板，成年人说话要负责。谁用过的？滑板呀、机车什么的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我喜欢这种速度，风刮过去的感觉。但是我怕摔，太疼了。大叔，你是不是痛风了？行了，好好做你的面吧，别想拯救失足少女了。滑板吗？西丽，你怎么把我的旧滑板送人了？
需要帮忙吗？布里安，这个盒子是廖汉宇临终前专门发邮件给我，让我帮他找出来，应该对他来说特别重要。这里面是一些星云图。都是麒麟座。麒麟座，麒麟座在四大太星座里，双子座以南，大犬座以北，小犬座与猎物座之间，形状像一头独角兽。我们国家天文学家翻译成麒麟座，非常美。这麒麟座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要说特别的话，麒麟座里有一个特别的天体，被天文爱好者评为十大最美星云之一。十几个翠蓝色和金黄色的恒星组成了一个疏散的星团，从天文望远镜中看不出它的颜色，但是天文学家还原了它的颜色，就是淡淡的玫红色，像蔷薇的颜色，所以叫蔷薇星云。蔷薇星云，是一个星云集合体，像一朵盛开的蔷薇。蔷薇。找你几次你都不在，还以为你跟他一样也突然消失了呢。我是来告别的，明天就要飞日本了。这个比爱一个人难多了。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单身小姑娘啊？我告诉你，人家还没成年呢。开玩笑的，你不是嫌我多管闲事吗？逼你做运动吗？那你现在在跑什么台阶啊？菊花残了，你要是觉得没面子，干嘛不直接跟我说呢？哦，对，你没法说话。说的对，我就是口无遮拦。你看，不是，我疯了。不行，不行，行，行，啊，哦，西丽，你记得这儿吗？以前就是在这儿，你天天逼我跑步跳台阶。我还因为这样天天跟你生气呢。不过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，没有压力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哎，放心啦，我肯定不会再走回头路，我已经跟以前彻底划清了界限了。你放心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抛弃你的。就算。
算你老了走不动了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照顾你。不过，我当然希望你健健康康的，不然你又老又弱，我照顾起来很麻烦的，知道了吗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不相信啊？你点的是信还是不信啊？相信，两个字，不相信，三个字。是你啊！我不相信也没办法，你没得选择。我们现在玩一个很厉害的游戏，谁先上去谁就赢，输人请吃饭。来。石头布，再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怎么又说石头了？鄙视我脑子不好吗？来，不要再说石头了。剪刀石头头布布，你怎么不出石头呢？你说我的剪刀石头赢你了，你脑子坏了吧？故意想我赢，是不想请我吃饭吗？西丽，西丽，西丽，莎莎，都一整天了，你怎么才通知到我们啊？西丽醒了吗？怎么突然从山上摔下去了？要不我去找医生看看。完了，不就从山上摔下去了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阿成，其实西丽一直是个病人，以前查出了咽喉癌，做了全切手术，所以不能说话。现在复发了，转移了，晚期了。算瞒你们，但是我也才刚知道，西丽她一直瞒着我，都想找个机会告诉你，但是什么？你早就知道。你们都知道。只有我不知道是吗？你们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他突然走了，我才有可能知道？你们都走，想看见你们。你是我，你来了。我还不走呢，走啊！我不想看见你们。去陪着西丽，你们谁都不要打搅我们。
西丽，要睡多久啊？一定要醒过来哦。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你得跟我道歉，要不我可生气了啊。大师兄，我想去看下师傅。你该回去睡觉了啊。丽佳，我们要不去看看查查？二位施主，你们先回吧，让我师父跟师娘好好待一会儿。举办一个巨大的生日聚会，行吧？我早就策划好了，我先给你汇报一下。你看啊，你的生日聚会主题是云。你先别打断我，我设计这个主题是有深意的。现在，地球的大气臭氧层被破坏得很厉害。碳排量升高，导致全球温度上升，所以我们在过生日的同时倡导保护气候环境，是不是很正能量？每个人都穿跟云有关的衣服，送你一件跟云有关的礼物，然后都得做一件保护环境的事情，例如骑自行车、爬楼梯。去种一棵树，好吗？得开大灯，多刺眼啊！我马上回来，很快。你有什么事就按铃。402，夜灯坏咗，麻烦帮我换个灯泡。唔好意思，我而家好夜啊，工人收晒工。帮你申报听朝早换啦，唔得啊，今晚要换啊，夜灯啫，应该唔影响你嘅照明啩。闪下闪下咁样唔吉利啊，唔该你啊，一唔系咁样啊，你去一楼攞个灯泡自己换啦。可唔可以快手少少啊？唔该你啊。诶，错，唔系呢种。快啲得唔得？唔该你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再回去，哎。
2023年11月20日凌晨1点33分。您是家属吧？麻烦您签个字吧。我们先尽力了。谢谢你一直以来陪在我身边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不然扔下我一个人，我会害怕。喜力，别关心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抛弃你的。就算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照顾你。特别想问你是不是旧病复发了，可我不敢问，更不敢想。好几次我跟自己说，只要我不想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可是，这一切还是发生了。心里，你说你不会留下我一个人的，你说话不算数吗？你说话不算数吗？乔乔怎么还没到？这时尚大了，大师兄，再等等师母吧。时尚不等人啊！走，我们先走。快走。这地方不错，西林应该会喜欢的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是不是又迷路了？不可能，就是这方向。大师兄，我脚都酸了。来，把师傅给我，让你平时多锻炼，啊，爬点山路你就叫累。你现在怎么这么像老年人啊？这么爱教育人。咱们是方向错了。啊，错不了，就是这儿，背山面水，错不了啊。你们来晚了，怎么这么慢啊？师母，你早来了，我们还在山底下等你呢。等我干什么？我自己不会来吗？砍树。你去大头地，你来吧。这是师傅生前交代的，只要有二牌，什么地儿都不要留。师傅的意思是，人来人往都是一场空吧。
每天400下，现在才一半就不行了。动起来，双脚分开与肩宽，这两个台阶之间来回跳，50次，开始。 台阶，从这里到上边，开始。 训练完成，累吗？辛苦吗？那就记住这种感觉，记得越清楚越好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彻底的豁出放弃。走，带你做拉伸。
Hello， 系张叉叉女士啊嘛。 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师傅，他是不是死了？师傅没死，师傅，他去了另外一个。 叉叉，那个抱枕是送我的生日礼物吗？ 没心没肺的，又喝那么多酒，不知道喝酒伤身体。那你嫁给我，你不嫁。
我那么多财产，一点都不给你。对不起，叉叉，我骗你。你不是天煞孤星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离开我，不想让你爱上别人。喜欢他，就去找他。那孩子情商低，跟他表白，别拐弯抹角，直接说，不然他听不懂。拒绝了。
回去睡觉。当我没来过。今儿大日子，咱不能迟到。他们曾经跟我们一样，哭过，笑过，爱过，害怕过。现在他们离开了我们，他们把名字和回忆留给了那些爱他的人们，却把身体留给了我们。他们无法开口说话，却是我们最好的无言良师。不论他们生前叫什么，他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大体老师。感谢您对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。